台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这盘呢是争冠区的两支队伍，一支呢是重庆队，他们对排名第三位的江西队哈。啊，江西。对，江西金达莱环跑队，啊，也是这个赛程刚刚的一个新的冠名商。对，那么重庆队呢，在这个上一轮是淘汰了西藏队，所以晋级啊。现在看到的是现场画面。重庆队也是不容易，曾经的围甲九冠王，这次在成都站开赛前最好的时候排到了第二位，之后呢就是一路下滑，最后还好止住在第七位上。他们的教练古力九段也是说，看得心惊胆战的。是他们说随时都想自己上场。真的是啊，这个果哥还有当时西哥他们贺哥，当时他们的时候，还是现在他们主要靠年轻人啊。对，重庆队这个最辉煌的时候，经常是提前两三轮就已经提前夺冠了。现在他们应该算是两驾马车。对，杨鼎新李轩豪和杨鼎新，主要是杨鼎新还是比较硬，李轩豪好像状态的话也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对，今天我们要介绍这盘呢，就是杨鼎新对许家阳。杨鼎新基本上也是重庆的一个铁主将。铁主将，对。然后他们还有辅以这个何雨涵和李翔宇啊，这两个小将。小将其实也不小了，好像。对。正常，他们现在李翔宇应该其实也是，我感觉跟我也出道也差不太多。这个对，李翔宇，李翔宇也是重庆人吧，是吧？李翔宇是，对，是的。包括像李轩豪，李轩豪14岁就开始代表重庆征战围甲。印象中，李翔宇在我印象中一直是很小的。李翔宇今年就是最近一两年吧，少年模样，就是，现在好像变化有点大啊。上升势头还锻围甲锻炼还是很不错的。之前的话其实也是比较一般。好，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范廷钰对黄鑫。范廷钰是这个日照队是吧？山东对，山东日照大象。哎，浩洋是日照人吧？我是烟台人。烟台人，对，反正都山东人，山东人，对，是山东队这次也是不错，好像是排名常规赛排名第四。山东队三位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摘掉眼镜了。对，看来是要么就戴了隐形眼镜，要么就是做了这个手术，是吧？有点不习惯这样子看到他一直都是戴着一副眼镜。江苏昨天是淘汰了，昨天淘汰了谁？不知道。突然卡壳了。那个龙源名城啊，杭州队啊，淘汰了去年亚军，就让这个等于西藏和龙源队是排在第七、第八位。这种现在是这种阶梯挑战制啊，排位高的队伍呢就可以以逸待劳，对吧？但是在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保级区呢，排名低的队伍是可以等一等，但是呢等的代价就是你的机会就少一场。对对，各有利弊。对，但是争冠区等一等还是可以的。对啊，争冠区等一等，我体力保持的也很好，然后对，因为它就是一代劳嘛，静待你这个下面打上来来挑战我。但是保级区的你排名最后两位的，你其实很忐忑，对吧？也还行吧，反正至少当做给了一次机会。对，你给了我一次机会嘛。其实，在对于保级区来说，心情压力最大的反而是就是从第一轮开始下的队伍。如果说你是从第一轮下到最后一轮，这个心理压力又很疲惫，确实。而且像这个赛制，它是连续进行的，对，又很疲惫。然后呢，其实心理压力又很大，对，确实是不好下。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盘是重庆对江西，
那么杨鼎新是重庆队的旗手。对，许家杨执黑。许家杨执黑对，这盘也不是主将，就是一个普通的一盘棋，对吧？对，许家杨争分战是、抢分战。许家杨呢，也是现在99年出生的棋手中比较突出的一位啊。是，对角开局。最近的棋好像对角的很多，好像多起来了，是吧？多起来了，这个是大家是有意，我觉得是不是有意避开一些套路啊？有避开一些套路，双方都不想下一些套路，想要下一些新有新意的布局。你挂我的角，我也挂你的角啊。许家杨今年围甲成绩还是不错，许家杨是吗？这个常规赛15轮赢了11盘。哦。那还是很强，许家杨很稳定啊，他的棋其实非常稳定。我看到这个江西的教练李康，在发布会上说，他们的目标是冠军啊，这个调子还是定的挺高的，我觉得啊，李老师还是很敢说啊，对，康师傅，确实，我觉得他把这个目标定在冠军呢，也不是就随口说的，因为江西队在第一阶段下完之后。确实是排名第一他们的确实实力很强，就是是的，而且非常的平均，就是每一台都非常有竞争力。你像聂老说的，聂老说其实目前在这个聂老在常规赛之后就说，在夺冠区的八支队伍其实都有冠军项，都是有这个争冠的实力的。其实正常来说，黑的飞压我也很想飞压黑棋啊，这个棋。这感觉黑棋飞压我，现在该黑棋了，就你飞压的时候我飞压你啊，马上飞压。有没有这个心情模仿一下？如果说黑的正常这样走的话，我是不是便宜了白棋？有没有这个心情？我感觉挺有心情的，有这个心情，但是飞这个好像这个电脑好像有一个这个尖的一个下法。哎呦，这个是什么用意呢？这个尖的话就是说，那你脱不开手吗？对，差不多这个意思。你可能会搬一个，就是局部的话，那么我搬，吃，然后黑白的要虎一个这个棋，因为退的话，黑的跳出来。但你差不多你压一个，比如说你要吃了我就先手了，你要不吃我的话将来你再爬反正我就拐起来，这样好像局部黑棋也还可以，你跳我就过了，好像比爬了跳好一点。然后白的好像这棋是要虎这个，好像是要虎这个，这样的黑棋没有还跳吗？还是跳然后白的吃一个，然后黑的脱弦，然后白的提，黑的可能尖或者尖一个。这个怎么判断呢？就这个局部肯定白棋还可以，就看这一个局部的话，就白的这里是4、5、6、7、8个子嘛，黑的1、2、3、4、5、6、7个子，就局部的话，白棋比黑的多一手棋，但是白棋的价值肯定比一手棋要多一点。但是这个地方黑棋的两手棋的价值也是比较满意的，对，能够挡下来是吧？对，就在这个局部肯定黑棋是明显得利，但这个局部像这样可能也是一局棋，对，这要综合考虑，综合考虑可能也是也是一双方都能接受，也是一种定型的，就有这个尖的这个下法，就是如果说你白棋比如你要退一个，那么我就飞或者我就爬，这样你可能脱不开手了，我就要挡下去了，就因为这个挡是非常大的，就这个地方他想黑棋他是想争一个先手的，对，有这样的，你要挤完虎的话可能就局部的话他就不爬了，就局部肯定白棋最强的是搬这个，搬如果说黑棋你挡住白的打的这样拐下来，肯定是作为白棋来说就是这局部这样在挡就是这样跟刚才那样差不多，就是白棋这局部肯定还是可以的，等于把这个两边都给弄下来了，但黑的就争到这个也行，反正黑的挡住和搬都可以我可能更倾向于搬出来，所以黑棋飞的时候白棋飞在上边也是可行的是吧？就反正有这个心情，就是气势上
如果飞的话也是可以的。当然杨锦欣的话他不是一个喜欢有气势的棋手，他比较就喜欢你他强由他强的那种，所以正常就爬出来啊，也无可厚非吧，正常。然后黑棋我实战是挂了角，这个棋挂角的时候白的就全都硬，对，这棋不想飞吗？其实 AI 跟我们讲出了这个棋只要一飞到其实是得分的，对啊，是吧？对，但是白棋其实有机会从这里飞的话，是吧？黑棋飞的时候就有机会飞，现在也有机会飞，但是白棋都是并没有飞压，这个还是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或者他觉得都可以，还是不是我？因为我是觉得白的飞压完了，这棋王老师，我如果看成这个样子的话，我不加你吗？这棋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我下棋，我肯定会因为要从这个传统的理念来说啊，飞了以后肯定这个加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啊。但是现在在这个AI 时代，我觉得有些布局真的是和我们的传统理念是不同的，就是不能轻易的下断言。是是，现在是没有给人感受，就是永远都是在询问的状态。你知道，在围棋天地，我们之前是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栏目是就是出题有死活题的栏目，有一期呢是专门出布局题。布局题。就自从 AI 出来之后，布局题就下去了。对。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发现这个布局题没法出了，因为很多那个选点可能你之前认为是必然的点，但是你如果你用 AI 跑了一下，发现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去误导别人啊，所以只好把这个栏目就取消了。所以有些时候你问这个布局的时候，不敢轻易的回答。就我从反正如果我只能说我下的话，嗯。我觉得我会这样选择，就我不会这么淡定的有这个飞的这个好点，我不去下，就这样淡定的去应一手。对，然后黑的夹击，它是一间高夹，一间高夹，一间高夹的话和这个飞压有关系吗？还能再飞压吗？这个棋说实话，如果还能飞压，黑的肯定不满意。嗯，如果我还是只能爬的话，那我加在这儿干嘛呢？就太近了。对，我肯那我还不如像刚才那个谈笑那个我加远一点。你要加这么近，我肯定是只有冲断了。对，我只能跟你来这个了啊。嗯，这个棋我只能来这个了。但这个地方的变化，我就太复杂了，是吗？我是真的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白的走什么，我也不知道黑的走什么，就这个棋太难了，太难了，围棋太难了。那好吧，我们但是看实战，黑棋肯定是要冲断你，我肯定不会爬的。对，我就是不知道，我也会冲断你。先冲断再说。对，看你怎么下。我这棋我就不知道怎么下，就我明知道你可能有刀，但我也得给你冲断，我不可能。因为不冲断就明显就亏了。对，冲断之后呢，还说不清，我死也死个明白，至少。好。嗯。所以白棋呢也没有飞压，其实这一代呢就是飞跳，再飞这个，大致就是这几个选点哈。对，实战它是选择的飞这里。也有拖。啊，也有拖。对。对，也有拖的下法。就是要出头的话，大致是这几个点。对对对。这两个棋手其实还是比较有个性，相对来说他们两个就是他们的棋还是与众不同一点。是吗？嗯。哦。就对杨锦欣和许家阳给我的印象就是现在在这个年轻一代里面都是佼佼者，对吧？杨锦欣98年出生，许家阳99年出生，在他们同龄棋手当中，都他同年的吧，同年棋手当中他们是比较出色的。就他俩的棋确实就是很多都是有自己的那种一种想法，就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你像这个棋，其实以前我们学的都是先压这个，对。那么黑的如果跳的话呢，白棋就加，是吧？这样就把这块棋走好了。以前都是这样下的。这盘棋呢，它是贴在这儿，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是稍微觉得有一点不是很符合常理啊。对啊，就是贴的时候白棋黑棋立，它在拐，就相当于这个时候白棋是拐了一个，你不加。
他是记错了还是想这么下？他不能是记错了吧？那不能够吧？不，这个不是，这也不用记啊，这不是感觉吗？就是不知道啊，这样我觉得，如果本来如果你我压你退，那我拐回来的话，我感觉应该是不是？反正以前是这么下的。对，所以这个棋、啊、它的次序确实是稍微有点怪，它是贴黑棋、啊，那黑棋总是要立的。黑棋总是要立，你这单贴啊。然后再反夹过来，然后再反夹、啊，对，这样的一个进程啊。这个刚才王老师也说，不能轻易的断言，这个可能也许就是现在 AI 就这么推荐的，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个确实主要咱俩可能都不怎么看，所以也是不能轻易的去断言它的。就现在这个刀套路太多了，嗯，你可能看也不见得能全看到，嗯，是吧？首先，你这个一间，首先现在一间高加就比较少见。嗯，这个棋感觉挺，两个人总是在，但是胜率没有崩啊、哦，没有崩。对，从 AI 给的胜率来说，哦、还是差不多，差不多。嗯、哦，飞的时候再靠。哦、这棋不搬了，就淡淡的退。搬一个是，要搬是吧？我不知道呀，我第一看这棋你靠我就搬起来呗。搬它应该是就长吧。这是我撇亏了吗？就拐一下，我亏了。就是现在这样是吧、嗯？拐一下。因为你粘我也是粘，你肯定不会粘吧？嗯，对吧？你粘我也粘，你长我也是粘。对。这个应该会长，这一下。多这边子对这三个子有什么影响吗？也没看到，也没看到。嗯，实际上就退。对，这定型很难啊。这你很难，这个确实，这个是没有明显的一个感觉啊。然后现在白棋是贴这个，嗯、贴的时候那黑棋当然是贴下去了，对，是吧？嗯，所以白棋这个贴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棋，他肯定是想贴你长，我再一拐，我很开心啊，嗯，对吧？你要我先贴你，那再走，你肯定是跳出来了，这双是先手，我这长不动你啊，对，对吧？当然，我就是说，刚才如果说我这拐一下的话，我更舒服，我双在这，当然不可能了，就是这样的话，肯定白棋是想先贴一下你长，我再拐嘛。他觉得你要贴，反正我把你封住，是不是也能接受呢？觉得白棋觉得头在外边，啊、对，嗯。反正还是两个人的风格，一个喜欢实地，一个喜欢外面。嗯嗯，而杨鼎新是最喜欢下不在外面的棋手。杨鼎新也是最近、嗯，我觉得总的来说状态还是不错啊、嗯。等级分也是上升到了第二位。嗯，他确实就是一个，还真的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特别喜欢自己下的特别厚，下在外边。正常的大部分棋手还是喜欢实地的。我觉得杨鼎新也是挺有个性的一个人。对对对对对，嗯是，嗯。许家阳其实对他不是很熟悉啊、哦、但是他好像我觉得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很多人在讨论，就说他的棋才还是相当不错的、哦、就很看好。嗯、哦、后来呢他给围棋天地写过一些稿件，嗯、哦、我意外的发现很有才华，是吧？很有文采啊、哦、许家阳其实他特别小的时候我有带过他，当时在道场的时候。嗯，对，许家阳去年成绩不错，嗯，进了两项比赛的决赛、嗯，一个龙星战，一个是名人战，嗯、但是都是差了棋差一招、嗯，拿了冠军，拿了亚军，不是很满意，嗯、好像说是自己说是，我看也是采访的时候说的，说是那个对自己的成绩不是很满意，对，好像还、嗯、还差那么一点点啊，差一点火候。我当时就在想，那什么是满意？其实，在中国，其实进入决赛跟拿世界比赛的冠军没什么太大差别。对，拿国内比赛的冠军，可能比世界比赛还高，可能。反正难度不小，啊、不小，竞争非常激烈。嗯，实战师走在这里啊、嗯，走在这里，这也是他这一步，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我们上一盘棋摆到的就是这个和这个，就是都是为了这手棋，这手棋就让你贴，嗯，或者你不贴都可以，你要不贴你就拱一个，要不你走这边我冲过来，
反正你得跟我，总之这是一个要点，表示一下，对是吧？对，不管是高价低价，接下来这个点都是形状的骑行要点。对，去压，压的时候白棋没有长，也没有扳，并在这里。嗯，他就要这个嘛，将来可能是强调我这个、啊、对，强调这个小尖啊。但是这边呢，就被黑棋连扳下来，这个头被封锁了。这个得失也不知道怎么判断，判断不出来。这个棋有点难，说实话有点难。嗯，总感觉白棋有点怪，今天这个棋下的，是吧？说不上来为什么。从这个贴开始，啊啊，然后就不是，就从这个小飞，我觉得就有点怪，是吧？嗯，就这棋，我觉得能飞啊，不去飞啊，就是。有点别扭，就是王老师，我说不上来啊。就作为一个棋手来说，我觉得有点别扭，我感觉不知道是。你前面不说了吗？他这个棋风还是比较有自己个性的，对吧？啊，有自己东西。是是，嗯，就作为我来说，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别扭，嗯，也说不上来那个棋，嗯，然后黑的跳，嗯，啊，跳到了这个要点啊，然后。这里挂进来，啊，挂进来，挂进来嘛？黑棋三个肯定要出头了。对，这边因为有一个打吃，所以还不是太担心。就飞出来嘛，第一感。啊，第一感是飞，是的，但它实战是飞在这里。哦，它是要这个冲是吧？是。哎，这飞也是先手。对，其实这个冲特别大，我觉得。啊。这个如果被白棋拐到头的话，啊，这个白棋要厚实很多。是。但白的拐的话，白的其实这几个也挺臭的。这几个交换。那没办法呀。就臭了。那没办法。对。就是不能翻前面的旧账。就是可能白棋是不是不太可能在这儿再下棋。但黑的冲出来。问题是黑棋如果冲出来的话。上面这一串白棋还是有点重，是，这怎么这棋？好像你看起来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是吧？对对对，主要是我讲感觉也有一点不知道该从哪下手的感觉，就是和刚才那棋又有点不一样。这个牵手尖顶，尖顶一下是什么意思？尖顶是怕尖吗？但你尖顶完了，不是我也有尖吗？尖顶完了还有哦，还有尖。对啊，你这不是还得连吗？将来这尖还可以从这边冲断。对对。哦。这尖顶一下可没老亏啊！这将来这本来这一拐，这尖顶一下目数可没少亏啊！这尖顶完了，他是准备走在这儿，出头快一点。但他应该不能再走了吧？跟你玩，他飞这个，他得把这个出来。这个棋被白的弄住，很难受啊。不过感觉黑棋，这两个人确实今天棋特别斗力，我觉得就那种暗自发力的那种感觉，也挺有意思。嗯，我感觉这个头还是很大。这个将来，这个将来再被黑棋再冲一下，一直在。你不觉得？你觉得吗？这个冲我就退，你也啊，就不怕了是吧？你再冲断我，我就尝出来。我觉得我不走的话，你这个怎么补啊？我不补了啊，我就一直我就不补了，干脆就不补了。啊，干脆因为我看我再冲一个你就不好补，你如果走这个，我这边还有一扳。嗯，是我就不补了。这个棋如果放这儿了，你走这里我要冲断，对我就不补，所以你干脆不补，啊，干脆不补了，那我就只能一个人往前冲了。你往前冲，我就啊，现在再来走，现在再扳住是吧？嗯，暂时可能我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生命的危险，我感觉。嗯，白棋也看把棋看清一些，反正现在这棋，其实我也是有点懵，这个棋。搞不清，我现在当务之急，黑棋白棋要处理这三个字。嗯，这个如果不走的话，黑棋再补一手，有点太大了，肯定得出来了。他要出头。嗯，黑的应该就单退，白的是形状吗？他是扳。哦，扳。扳完这靠住。
是吧？就仿你刚才说的这一间。啊、房屋刚才这一间，对。这是啥？再冲。哦。可以贴。这样子呢，白棋虽然能吃过来这个子，但 是对这个棋筋、嗯，这个棋筋还是含在黑棋嘴里的、嗯，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白棋点，这个棋，双方扭打在一起。对，哎，真的是扭打在一起，扭打在一起。其实主要全都这黑的没活，这白的没活，黑的没活，白的没活，黑的没活，这白的也没活，这也没活，就感觉全部都没活。这个棋、嗯、很乱，很乱啊、嗯！来了，黄老师，你刚才说的东西来了，嗯，念念不忘的冲断，这，哎，不对，它还是、这个、还长、啊，就是刚才我们摆的这个图，嗯，现在在断，嗯，这都是一本道，嗯，嗯长过来。飞、哦、这黑的是要杀这个是吗？黑棋倒是联络的很完整，黑的是要杀这个了，我感觉这个棋他不杀的话他在干嘛呢？这棋如果我白的，我如果脱先会死是吧、啊、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给你加一刀你是什么感觉？现在黑棋就把先把它扳住，不是该我了现在？哦，白棋现白棋现在小尖，对，我如果不小尖呢？我如果走这里哈，把你对把这儿补一刀杀掉呢？怎么杀？这个就是一个大型死活题、哦、因为白棋这边一拐有眼是吧？对，我如果灭这个眼，这我跳了一档，我又感觉死不了吧？这感觉空间有点大，哦、对啊。而且这上面我这冲了几，不是还是先不像能吃掉的样子。嗯，就不吃了，不吃了，那上面撒死了，那黑的是在干什么？如果我如果飞一飞呢？飞一飞，我是不是就拐一拐？这一拐，我感觉我差不多就活了，我这打的粘上了。啊，你接我这个。对。我煎这个，你煎我这个，我就不点，我不打，打着长不活吗？打我只能粘是吗？这你只能粘，只能粘、嗯。我这长，这都是你的先手。那我这总活了，这总是活了。嗯，感觉还是白棋活面大，是吧？不知道这个棋。搞不清楚，这得细算一下、啊。对，这得细算，这得需要、这个。对，这个要需要时间、啊。对，就是第一感呢，觉得白棋如果脱先的话、啊，还是活面大。嗯。但实战，白棋里那个杨丽琴还是觉得要补一手。对，这个次呢、嗯，实际上是一手补棋了。哎，我们还是看他们的实战吧。对，还是要信任这个对局者。对，对，因为我们在这看的这个计算呀，只是这个比较、啊。有点粗糙，说实话啊，时间短。这什么？这转换了？这是什么？什么个意思？哎，黑棋贴过来，这样子形成转换。形成转换。形成转换，黑棋吃的还是挺实惠的。黑棋再飞。我觉得这样黑棋还可以啊，王老师，你觉得呢？我也觉得黑棋可以啊、嗯。这样的话，局面呢？刚才你说的本来是很混乱、乱战的局面，现在不乱了，突然现在全都活了。对，大家都吓得吓后了。嗯，白棋吃了两颗子，嗯，两块连上了。嗯嗯，我把这个角也就活了，我这块连上了，我也都连上了。突然变成和平了。那、嗯、现在感觉黑棋目数是不是还可以啊？看之前黑棋感觉目数还可以。那黑棋飞。嗯。上面八十五，二十，三十五，十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十，感觉上黑的还行，我感觉上这一期。不过呢，这个冲过来其实是白棋主动选择的，对吧、嗯嗯？如果他不满意的话，其实当时他是可以，他是可以选择对另外一个变化的。对，
做这个棋，我觉得有可能是双方都挺有自信的。其实这个棋我确实看不清楚，就是我不敢乱说，就是到底这里是不是能脱先，可以在那边走一手。对，这个真的要好好计算一下。嗯。反正总之形成这样的一个双方一个妥协的话，我觉得黑棋还行，可能现在这个变化的话。黑棋把这里吃掉，这个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还是不小。嗯，主要是这黑的本来这块这都没火。对，现在都火了。这个就是棋间又有木。哇，白棋点进来了。这个，它是因为这里有断先手，哦，断完可能这里有一些借用。哎，那黑棋是不是步子小一点？不肯啊，不肯是吗？不肯啊，嗯，这个肯定不肯。因为他觉得你这丧面也不是特别好，嗯，我不能不惧你啊，继续战斗。啊，就冲啊，就冲断，这生冲啊，这个，这白的一这断是什么？这打了一断吗？那且。他没有断，他是搬二路，他搬这个。哇，这个棋！你如果搬，他就粘住，是吧？对，嗯。你外边有一段。对 A B。对，你如果补这个，他这个吃的很舒服。那这个大角太大，这肯定不行。他首先他是不愿意这么打过的。对啊，他愿意，他现在就可以过了。他如果这样打过的话，黑棋就是二路。这样子滚包一圈，黑棋取得先手。嗯，黑的当时不见得滚，他可能先留着也有可能。先保留一下是吧？对，他第一下打了，第一下打了，第二下可能留一下。先留着，将来有可能粘。对，他有可能粘，他可能把这个走了，是不是？对，黑棋就看清了，转身。哎，这白棋没有先利用这边的手段是吧？他这是没有用的。啊，他觉得就算把两个吃了，他底下过去也不见得便宜。可能他觉得吃两个不见得便宜。在吃底下，啊，这地方双方就是很激烈啊。这一般黑棋，嗯，不敢搬了是吧？刚才我们说搬一粘，这个 A B 两点见合，不能搬，只能粘。嗯，然后跳。嗯，但是这样的话，黑棋尝试先手，然后。脚上一长，这个对杀黑棋是不利的。啊，那黑慢两气，黑赢慢两气。嗯，你挡一个。那白棋这个一下子吃了一个大角。这黑的是想干嘛呢？中间能拐出来是吗？啊，是的，现在马上拐出来了。这应该是他要是不这个地方他要是拐不出来，我不知道黑棋在干什么，主要是。这角等于白死了。其实如果中间白的这两个四已经吃掉的话，黑的中间是没有一点。哦，这里还有一个拐。好像是有个拐，我刚才看了一眼，就是你冲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好像。嗯，黑棋白棋飞呢？飞我就。飞不是先手是吧？不是先手，因为我这都已经吃掉了。哦，对，这都已经吃到这里了。对，我就冲着挡回去就可以吧。嗯。这里好像冲了挡回去。嗯，冲挡回去打呢？打我就是贴。我不能粘那个吧？是啊，我要杀你这个。这个不怕我冲过来？我杀你这个呀！这样的话，你上面没眼了。这刚才跟我们那个比的话，这上面把你眼破了。对。接下来就形成转换了，我估计这里要形成转换了，这个棋好乱。嗯，我们看看啊，嗯，看实战，实战呢也是次，哦，那也是次的是吧？刚才说本来两边大家这个好像达成协议了，但显然，嗯，许家元不这么认为。对，从这两个字拐出来，这个又是新一波的战斗。点，黑棋贴。许家元肯定是憋着的，这个地方这个拐我估计杨锦星可能没注意啊，他可能没看到你黑棋在干什么，我觉得。
那黑棋等于是自己把这个外围走厚一点，对吧？嗯，然后就是对要拐出来要杀你，一直瞄着这个拐。对。那其实黑棋早就可以拐了，他不见得要这么走也可以拐，是不是？但是他可能交换这几个对这边是不是有点帮助？有点帮助啊，嗯、还是得先做点准备。哎，黑棋这个棋有我刚才那个多好吗？不见得哎。他这样，他只能吃，然后挖。哇，这个棋太激烈了，我有点受不了。心脏受不了，这一挖，如果他打是要断，是不是？打应该是只有断的，然后就打劫了吧？你提劫？提劫对、哦，你可以从后面打。后面都打之前，然后拱回来了。嗯，啊，你只有提劫。就这个其实可以看作是黑白棋的先手，那种白的是不是就挤一个单挤是吧？嗯，又当劫财又那个，对，这样的黑棋怎么连回去？他只能这样子，只能这样连回去。嗯那我提劫，你没有劫财可能是不是？这样的话，他贴这个，这都不要了吗？不要了，不要了。这个拔了还是太大了，是吧？嗯、这个拔花，嗯。这样转换，你是不是只有你得吃在这儿啊？你这贴在这儿，你这不贴应该回去了吧？你贴在这，你现在这儿的话，这是不是还得补一手？嗯，那还是这样吃。对，你是这样吃，但是有可能将来要收气，倒是。这样好像不行，这样黑的不能粘上，粘上不便宜了。没有劫财，它是粘上了吗？没有，挖的时候黑棋是单贴。然后白棋拐，然后黑棋补在这儿，这棋，然后黑棋又白棋又再补，黑棋再补，嗯，这样子就成转换是吧？嗯，转换了，转换中间呢，黑棋白棋吃回来，对，黑棋贴一个。哎，那这棋我觉得它没有我刚才那个好啊，王老师。就是你刚才是说要拐了挡、是吧？对呀、我们看一看。我拐了挡，你只有吃这个，对吧？那我吃这个，那么你提肯定得提吧？我贴一个。嗯。这你得冲回来。对。你不冲回来的话，就什么都没了。那我这一飞，底下我是杀不掉你吗？应该杀还是能杀掉吧，但是就是看哪个吃法更安全一点。就等于黑啊，白棋你想实战那个杀法，啊、它是贴到了，对，它贴在这儿，下手一手棋就把这个倒扑一手就吃掉了。就是它等于它实战其实就多送了这三个子，现在这三个子是救回来了，但这个地方就是稍微味道要差一些。嗯。木数的话，这样子黑棋要好。要好，你这个图黑棋木数好，木数要好一些。但是实战的下法，黑棋更厚实一点，安全一些。嗯，这个我们应该还是相信他们对局者。我觉得我这个我估计肯定是有问题，因为这棋你只是你的第一感，对对，对，因为这时间就太少，而且他们下棋肯定时间会很多，对他们更专注。对，实战呢，点的时候它是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压，对，粘。是，挖了一个。嗯。先这个，然后吃这个，他贴，这样子呢，这五个子是含在嘴里。这下肯定是死了，现在这样。这肯定是死了。嗯。这就看白的这个地方。他贴了，这应该是打将。嗯，就看看这个地方白棋能把黑棋吃成什么样子了。啊，这样子，这实地肯定黑棋大赚，对，又形成一个转换，嗯，这样实地肯定黑棋大得，但是呢，白棋这个厚薄又有点不太一样了，30，嗯，吃了大概40目棋黑棋，那白棋所得，刚才我们说这个2、4，哎，黑的也不是很便宜啊，王老师，
这十几幕，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有这边也插了20栏目棋、嗯。关键是这个后薄差不少，后薄差不少啊！你看现在白棋要开始进攻点，感觉黑棋不见得便宜，我第一感不得、嗯、是吧？感觉不见得便宜啊！他先接，嗯。先是先手是不是？今天不是先手吧？那他为什么粘了呢？他如果不走是有一万，就忘了粘上，觉得大吧？可能他觉得大吧？跟后薄有关系。嗯，他觉得不走的话，白棋肯定是冲这个嘛。对，这样的话你这里要这活了，要补，嗯，补在这儿，粘上，补这个，这里将来有一吃、嗯。对，嗯，他不肯。啊、他要他整体攻你，对他粘上这边还有冲嘛？对，这个还是很大。嗯，他整体攻你，然后他粘，嗯，铁，嗯，我们说刚才这边是快两气，所以呢，啊、快两气，对，白棋还可以拖先一手，嗯、黑棋拐的时候白棋要收气了。对，啊，这个棋今天这盘棋也是很 乱，一直在乱战。对对对，确实。这个乱的话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和计算，是，嗯，然后黑棋补一个，但是很精彩啊，这个反正这个对真的是很精彩、反正现在像是这样，等于黑的把这边目数现在黑的肯定是大幅领先，对，看起来就看白的能把这边吃成什么样了，就是肯定至少得把这些给拿下，要这些都活了，白的肯定不够，肯定是不够，嗯，再打吃，这是打吃，哦，黑的这地方局部不活呀，我还以为黑的已经活了，打吃先手，啊，打吃，他不是提这个，他是从后面一打，打吃先手，他只能，我以为黑的已经活了，我以为顶着就活了，这你没有，这是个假眼，假眼。怎么杀？哎，已经活了呀，搬这儿也活了，活了吗？考我是吧？跳一个。哎，这棋有点不一样，这个棋，它这一直往回退。对，嗯，这一跳跟脚上也没关系。嗯，你再挤它就粘。嗯，啊，不是，你这个，你反正没有眼了，没眼。嗯，你走这边就搬。它对，它不是简单的挡住，它利用这个，它这个子，它一路跳你。啊，这个地方黑的是不活的，我以为黑的活了，我说这外边没先手的话，白的感觉有点问题呢。啊，这地方不能做活，所以他不能顶着活，着活他现在先要这只眼，哎，不是，他是打完他飞了一个，飞一个白的飞住，然后他贴，啊、他要这只眼，要这只眼活了，因为这上面顶是先手，这样的话我上面可以顶着顶在这儿，这有一只眼。嗯，那么现在你要破我这只眼呢，我这上面有只眼，对啊，这样是活了，三眼两座了，嗯，这样黑棋活了，那黑的现在活这个了，白的肯定要杀这个，对，白棋呢也转换目标，攻这边，嗯，这个棋还是，我觉得还是很乱啊，这个棋能不能活就成为关键了，如果能活白棋肯定不够，估计是活不了可能。这个 AI 给的胜率呢现在是真的是五五开，黑棋胜率是51%，那太难了。但我觉得是这样子 ，AI 啊，它这个，因为它力量大，它力量大，对吧？它算路深，所以可能有些棋呢，我们觉得不好活，但是换作是 AI 下，它可能就能活，对，它能活，对，确实是。但是人类棋手不一定啊，人类棋手不一定，嗯，有可能你活的没它那个活的充分，对。像我们看看徐佳阳的表演啊，这个也是要治孤，这看起来还是有点危险的。看起来肯定是危险的，嗯啊、但是就是从如果让电脑来看，他会觉得他在他那眼里他没有什么危险不危险。不，我觉得 AI 就是这点特别厉害，啊、就是他对死、啊，我们觉得可能要死的子或者是什么，他眼中他这个子的活力远远超过我们。啊、对对，其实归根结就是他力量大。对，他其实就是他力量大，是。这棋就是让我们现在看，这真的是感觉不出来，就是黑的到底走哪儿好。嗯，这只能就是看一下徐佳阳的这个对智估啊，因为现在这棋说实话，黑的目数肯定是多不少。这块棋如果给白棋吃掉呢，黑棋其实也不见得输，就看对形势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我还有点好奇，我看一眼这个 AI 的推荐啊，嗯，
哦 ，AI 是拖在三路。那不对呀，那咋活呀？拖完以后一加，他这给的对不对呀？然后立，但是好像白棋也直接就开杀了，这不死了吗？是不是啊？嗯，白棋就开杀了，他只给了十步，但是他这样子是能冲出来吗？冲出来。这是能活的吗？好乱啊！这棋我好乱，贴在这儿，感觉要死啊！嗯，这棋我扳着先生，扳着点活那个，对，这样我这里是没毛病的。这能活吗？看着很悬，看着很悬啊！这个，我们看实战吧，看实战吧、嗯，这个确实看不清楚，嗯，看看他们形成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棋。第一感是觉得黑棋是有点悬的，嗯。啊，徐家阳是靠立下来。我觉得徐家阳是不是在寻求一个弃子呢？嗯，也在想办法。嗯，然后这个他的先，这是他的权力。这个时候打一将，要对，要是我估计是读秒了。嗯，这应该是读秒了。这读秒读起秒来，这样的计算量。这个围甲呢，就是每方两个小时之后有五次一分钟的保留时间。嗯，这有的时候可能你要把它说算清也不太现实，就是你的第一感，嗯，直觉。哎，这一打，这不是我是冲出来吗？冲，对，提了，提。那下面已经死了，死了，嗯，就看外边了。但是这一扳呢，上面这块白棋把白棋分断了，把白分白这块哎，这还有这对白棋还没活，这一顶一挤，嗯，白棋还要做活，嗯，那、啊、他先顶了，先顶一下，嗯，便宜一点，细腻一下，对，这个目数便宜，稍偏，然后白棋团住，黑的再杀这个。这是什么？这外面应该白棋有一只后手眼，白棋外面有一只后手眼，然后里边需要做出一只先手眼。这个很乱呢、啊。哎，这样白棋就可以了，这个棋。一打，这样的白棋呢是能活脚，能活是吧？能一个活脚，嗯。然后他先在上外面先便宜几下，然后点，这棋吃这个，那这样白棋就够了吗？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是白棋呢，如果提黑棋就冲回来是吧？我现在黑的白棋可以活后手活脚，可以活脚啊，留个活脚。然后在外边黑棋把这块，嗯，白棋把这块弃掉。对，但现在白棋好像暂时还没空吃活脚。黑棋，我怎么觉得这棋黑棋好？不是吗？判断很乱，太难了。嗯，看这个 AI 的胜率还是很焦灼，还是很焦灼。对，这有可能是大杀小输赢。这个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只能尽量多给大家往后面看一看进程啊。先告一段落。这非常刺激，这个棋。对，这个其实这盘棋，嗯，内容特别丰富。对，这是怎么套袜单拐，然后吃的时候立这个是吗？它是拖，它挡袜，扳袜，然后打吃。打身黑的白的立了一个，白棋立的，嗯，然后黑的再打，对，这个次序很有意思，然后再打吃，感觉每步棋都要算很长时间，对对，真的是就是需要很大的计算，而且确实不算，关键想不清楚这个棋。
但我们现在如果每步棋都要演算一下，已经来不及了。他是这个，这样不平。我是想给大家把这里、哦、好好摆出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果。搂包。对，我们可能要摆一个大致结果，然后做一个形式判断。哦。这个角活着不大吗？这个角活的肯定是大的。那白棋就是应该是觉得活角不够了，他还不肯那么简单的活。你看他还要这里拖一下。哦，他为什么要从这里拖？他这个情况，他这尖可能是先手啊。这一扑你没活，嗯，他是不是觉得我没死啊？这棋拖我就搬呢，搬我冲下来是什么？这棋从一开始杀到了最后，这个从头杀到尾，嗯，这双方也是，哦，这其实说实话，我们后面这个进程摆的有点快，这个。真的是值得慢慢的去，每步棋都可以研究好久。嗯，这是啥呀？他现在提，那拖一下便宜了吗？我就不懂了，我就没看懂黑棋，但是白棋呢，是不觉得这样够了？本来是准备拖完出棋的，后来发现白棋这样子是不是已经够了？这个好像倒是大概是有一个基本定型了。啊、哦，然后黑棋提。这棋白棋就够了，这也死了，这都死光了，这个地方这些白棋赢了，这么神奇的吗？要不然现在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势，判断一下形势。嗯，行行行，现在提一个的话，那我们现在我看看他提他走哪里，他是挤这个尖一下，他是哦，之前怎么尖过了一下？这尖一下是很大的，对对对，最早尖了一下，嗯，然后现在团，嗯嗯。嗯，现在的话就我们点一下目吧。对，这、啊、把这里收掉吧。这里收掉。嗯，然后可以判断一下形势了。沿着我的棋。嗯。这个棋，今天这盘棋确实是下得非常的精彩。黑的大概我粗一点，不知道点的准备，它到95目棋左右。黑棋啊。对。那么白棋呢？嗯，黑棋有95目，有吗？我这粗特别粗的、哦、白棋目数也不少。对，我感觉这棋好像挺细的，我还是细棋是吧？我感觉就是可能白的稍，因为这个地方将来断了冲了，这样就打了，这样全都挤回去，可能旁边五六目，我感觉差不多。这盘棋呢，后面还进行了几十步，我感觉旁边五六啊，这是有棋的是吗？这是能顶回来的是吗？要不要看一下这里？啊、哦。这棋现在黑的走完以后，黑的是走哪里？粘完之后，看一下啊。嗯。啊、冲了一下。嗯。啊、冲就退了。啊，粘上了。啊，然后冲了搬这个是吗？嗯。啊，冲了搬这个。然后白棋这一小尖、啊、就是前面说的这一小尖、啊、是有棋是吧？有棋的话应该黑的应该不够了啊，目数就差一点。对，他一尖，我看看他走哪里了，他把这个打掉，哦，打了街上，哦，他就是补劫财，补劫财，不，他把这个劫上了啊，劫这个、啊、嗯，就是他因为断完劫财肯定打平了，这一扑肯定扑死了。对对，然后白的把这个顶回来啊，这要顶回来那太大了，这顶回来先手哦，啊，那跟刚才目数出入有点大。啊，这边你刚才点的话是啊，这等于尖了，对，就差了一二三四，差不多五目棋。哦，那嗯那，如果这个黑棋扣掉五目的话，扣掉五目应该是不行了，是不行的。对，那白的把这个立了啊，这样黑棋肯定不够了。嗯，啊，这样黑棋不够了，那还是很细的啊，差不多这样的话大概盘面四五目差不多，嗯。嗯，
也是很细。对、嗯，那根据现在形势判断呢，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和你判断也是、确实一致的啊。嗯、最终呢是杨鼎新九段直白，中盘战胜了徐家杨八段。哦。也是为重庆队呢，也是拿下了这关键的一分。确实，嗯，还非常精彩，今天一下子。这盘棋确实是从头杀到尾，其实这个内涵还挺丰富的，到最后可能也是一盘细棋。是，对，主要这个我们讲解中确实太难了，这些计算，因为从头到尾，其实每步棋都有很多的计算量在里边，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后面呢也。就暂时给大家就是介绍到这里了。嗯，那么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浩洋做客演播室哈，和我们一起分享两盘非常精彩的对局。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